堵我呢。干嘛去了啊？我睡着你又出去是吗？不是，那要不是你不让我去吗？干嘛去了啊？这大半夜的。看你喝多了，就买醒酒药去了。我没喝多，我像喝多的样吗？你看你指定是喝多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家里有事去不上了。嗯，行，来，好嘞。咋的？还有约啊？饭店嘛，订的饭店，可惜今天过不了节了。不是，那节不过能怎么的啊？你这个楼不下能怎么的？你38度，你发着烧呢，姐姐，你出去 你买药去了？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不是，你咋能吃药好？你为什么就非得扎针呗？我不寻思去呼吸新鲜空气吗？你还别生气了，出来坐。那你不会订外卖吗？你现在上饿了么订你要的那个退烧药，他马上就能送到。你说现在我现在给你订啊，等着吧，马上就到了。这么快？刚订完了，我去。不是我的药，我去求。让美女各种外卖，先拿一下。放错了吧？没订了。没错呀，我看一下啊。没错，美女，拿着吧。拜拜。药吗？这怎么是花还有巧克力呀？这是我在回家之前在饿了么订的。你生病，你说我也不能在家好好照顾你，还得应酬，也不能陪你。刚好那个1月1日前在饿了么输入过节，好多爆款商品1分钱起，还有10万份大牌有机会免单，我就合计给你订点东西补偿一下你呗。哟，死鸭子嘴硬啊！你这不还是惦记我吗？心疼我是吧？我才没有。那心疼你就说呗，你爱我你就要大胆的说出来，知道不？再说了，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。你38度多，姐姐，你不是什么大病。哎呀，那买醒酒药是次要的，我馋了想吃点水果，这不买点水果吃吗？你买这啥葡萄？那怎么买的都是我爱吃的。行了，你可别说了。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